是好可爱哦，今天。你也不一样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是问一下这个灵感是？梦幻城堡的灵感，好不好看？这次非常谢谢刘亦菲特别的从专程从美国飞回来，然后结束了，听说还要三日就回去。对，其实真的非常开心，在现场看到这么多热情的可爱的小智的歌迷。那我觉得小智真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，虽然第一次我认他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位著名的小旋风，但是后来才知道他是这么厉害的一位偶像，很开心，觉得今天大家特别的热情，舞台很好看，那也希望小智的演唱会能够成功。然后下次你如果有其他的安排，一样我会乖乖你加油。好，那下次有演出的话，我们再一次一定要找刘亦菲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刘亦菲，谢谢。演唱会气氛就更不一样。好的，接下来刚刚唱了许多的这个梦幻城堡的歌曲，那其实还有一首歌曲，是我刚收到的歌曲。